公元前338年，秦孝公去世，太子嗣秦惠文王继位，太子父嬴潜等人告发商鞅，意欲谋反，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。殿下，殿下，来了，来了。 来了，殿下，我们从秦国去魏国途经此地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想在您这暂住一晚。有住店凭证吗？凭证，就是官家给的住店凭证。我们走得太匆忙了，凭证未曾携带。殿下，你就让我们住下吧。不是我不愿意让你们住，要是在过去呀，我肯定让你们住了。可如今实行的是商君之法。 我要贸然的收留了你们，万一出事，那可就得连坐呀！我们一家老小，可都没命了。老张，这是酬劳，只要你肯留我们过夜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请老张千万行个方。不行不行，哎呀，真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啊，只是商君这连坐之法实在是太可怕了，真是做法自毙啊。 商鞅，虐立之人，废礼仪之教，任刑名之术，不施法古，败俗伤化，贪婪无度，策划谋反，罪无可恕，处以五马分尸之刑，诛灭全族。 当初你割我太傅鼻子的时候，可曾想到了今日？如果想到有今日，那么当年还是处罚的太轻了。边境旅社一老丈，尚能奉行我商鞅之法，商鞅虽死，其法不灭，又有何憾？只可惜我商鞅。 秦国变法的商鞅，竟被信军夺命了。都说他是做法自毙，可惜了。大王，秦先王孝公重用商鞅之法，尊爵必赏。
有罪必罚，兵动而地广，兵修而国富，立威于诸侯。我大楚想要与诸国争雄，何不效仿之？商鞅之法，弃道而用权，废德而任利，使得秦国上下怨声载道。大王千万要慎重。微臣有要事向大王禀报。啊，太史令，请随我来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霸星了。霸星出世，四府变，六甲乱，主天下大变。这是天要信我大楚啊，大王。你仔细与寡人说说。臣观此星，出生于玉女星之南方，正对应我们楚国，主后宫有孕者，定生霸主。你是说，霸星将降生在寡人的后宫？降生的是天下的霸主。宣永相令，微臣拜见大王。寡人问你，近日后宫可有妃嫔怀孕？禀大王，诸位嫔妃并无人怀孕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举姬宫中有一应女项氏怀孕，已经六个月了。哦，果然有孕者。商鞅一死，齐法必亡，我们最大的敌人秦国必然衰落。如今霸星又要在我楚国降世，横扫六国，统一天下的霸业是看到曙光了。天佑大楚，恭喜大王。举姬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。你竟敢对我不敬？王后圣明，臣妾打死也不敢的。前日我命你毁掉你那件新做的克丝绣罗衫，臣妾已遵王后之意办了。可你竟敢偷偷向下人抱怨，说那件衣裳花了缝纫绣娘半年的心血。你用尽了手段狐媚大王，我罚你，你还心存不满。王后，什么事？举姬退下。说吧。举姬的硬币像是怀孕了，堂妹说她生下来的孩子主天下大变，将是霸星，信我大楚的霸星。大王听了大喜，重赏像是封她为夫人了。霸星，这大楚社稷明明是大王和我儿米怀的，堂妹这是妖言惑众。大王对此却深信不疑呢。看来这后宫要出个与我儿争太子之位的孽障了。王后的意思是，给那位相氏把脉的是哪位太医？女医林氏。尔称女医，从何学的医术，习得何书？小医曾师从秦越人习代下医，所修之书为《内经》《灵书》《素问》《胎产书》等，至今已治妇人病130又2，助产胎儿40又7。秦越人，莫不就是扁鹊？家师医道高深，因此时人以古医扁鹊之名相称。名师出高徒，想来你的医术不错了。你可知此地为何处？宫里的隐宫处。作何用处？阉割四人。
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叫金儿，今年几岁了？不敢劳王后过问，小儿七岁。戴瑁，奴婢在。我身边正缺一个伶俐的侍童，明日你就把金儿接进宫来吧。是。小儿卑贱，岂能伺候王后？就这么定了。王后。人常说，妇人怀胎最是生死攸关。我且问你，你既称曾助产胎儿四十有七，那其他妇人们若怀身后滑产者有几成？难产者又有几成？且出生后死胎又有几成？这怀身之险，常有滑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然宫中不比民间，诸事皆备，女医侍任，自然。我已知详尽。怀身至险，滑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那顺产者百不足十，乃是常理。我把相事交给你了，你放心，若有差池，必不会怪罪于你。王后，小医学的是救人之术。你是要救人之术，还是想让人把你儿子接进宫？你自己决定吧。相夫人，请您用药。哦，来。今日之药可与往日不同，闻着似有些难受。应王后之嘱，新换了药方，夫人喝下去就好了。哦，女医治。相夫人刚刚用过早膳，这药的气味会让夫人觉得闷胀。您先把药放这儿，待会儿奴婢再服侍夫人喝。夫人，用药有时，过了时辰，药效就差了。且慢。见过举姬，这是相夫人的药吗？正是。相夫人怀的乃是霸星，兴我大楚之人，不可怠慢。我刚刚启奏大王，从今日起，相夫人用的所有药，需全宫御医共饮药方。见要熬药之事，须由永相令亲试。是。哎呀，药都洒了。自今日起，直到你生下孩子，你和我一同住在这云梦台的主殿里。这是我的卧榻，你就在此歇息吧。啊，应女不敢僭越。让你住你就住。倘若你诞下霸星，你的身份就会比我高贵，或许还会比王后更高贵。啊，可是……没什么可是的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夫人，这是女医治刚刚打碎的药碗，奴婢拿来了。但竹叶碎骨子，你打碎了这碗药，却碎不掉它的味道。这药平白打碎了倒是可惜。可惜？你是可惜他没有害了你孩儿的性命吗？什么意思？但竹叶性刚荡寒，
平日服之亲惹利尿，然孕妇服之更具打胎滑胎之效。他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碎骨子，骨能碎之，引起下胎之烈性。这是谁要害我？你说呢？难道是女医治？我与她无怨无仇，自然不是她。那会是谁呢？应女未卑，我在宫中向来小心做人，不曾得罪过谁。那用得着你来得罪？此人一手遮天，这后宫女子谁能生谁不能生，全凭他做主。你不奇怪，我怎能知晓得如此清楚？五年前，他让我喝下过同样的一碗药。小医试过了，没有成功。那就再试。太难。你是宫中行医高手，总会有办法。相师身边的耳目实在太多，无法下手。你是想说这个差事你干不了了？那好，我可以换人。不过明日就让你的金儿进宫替你复命。不，王后，我是说，只是眼下。眼下？是，只是眼下没有合适的机会。这不用急，机会你会有的。大王。王后来此何事啊？相夫人即将临盆，既然相夫人所怀霸星是我楚国大兴的吉兆，臣妾怕相夫人福泽不够，降不住霸星，特愿在相夫人生产之际，将臣妾所住高堂台让与相夫人居住，并请巫者于台外跳巫祈福。你竟能如此识大体，寡人很是赞赏。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相夫人住在一起，让我进去服侍相夫人生产，应有所注意。这是王后所居之所，相夫人生产之时，只有女医和王后可陪伴在侧，这是王后的意思，更是大王的旨意。大王正在里面与臣子议政，非找不得入内。启禀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举姬求见大王。大王饶命，没能拦住夫人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出去。大王，我是为了霸星而来。霸星？相夫人生产霸星，姬姬可谓性命攸关。此事干系我大楚国运昌隆，更与大王统一天下之霸业息息相关，求大王亲示，保后宫母子平安。举姬呢？举姬在哪？相夫人，我要回云梦台。相夫人，别动。相氏怎么样了？相夫人脉象急促，快要临产。你过来。
还记得你曾跟我说过，妇人怀胎，怀身至险，花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眼下机会来了，去吧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相氏如何了？大王，妇人生产乃血光之地，大王尊贵之身，你快说，他到底怎样？女医说，胎儿难产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大王，听寡人的话，一定要保住我大楚的霸星。女医们正在努力，可是生死有命。大王，让臣妾进去看看吧。大胆！恭喜大王，霸星降世了！恭喜大王！快，把孩子抱出来，让寡人看看。来，让寡人抱抱这霸星。恭喜大王，相夫人为大王产下了一位小公主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是公子还是公主？大王，确实是位公主。怎么会这样？霸星，这就是堂妹说的霸星吗？哼！此霸星真是意外之喜。大胆堂妹，你竟敢欺君！你跟寡人说有霸星降世于后宫，可这出世的孩儿却是个女婴。大王，臣只据星象言事，不问男女。哼，难道你想说霸星竟是女子？阴阳相小，杀气冲天，霸星若为男子，乃国之幸，若为女子，恐怕怎么样？福祸难料。这么说，那丫头有可能是祸害，千万留不得。大王，天象已显，非人力所能更改，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害啊。住嘴！你欺君罔上，寡人让你观看天象，看的是天意，你却跟寡人说什么福祸难料，要你这双眼睛有何用？来人！万岁！大王，给寡人挖去双眼，流放边关，永不得回郢都。大王，天与之岂能不收？天命不可违呀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您看那孽障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是天与之，天命不可违吗？依臣妾看，既然是天命，那不如就让他听天由命好夫人，王后有旨。来，此女婴降世，非祥瑞之兆，是生是死，由天决断。抱走。求求你，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们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夫人，我的孩子，夫人刚刚生产，夫人给我，我的孩子！夫人，你可不能走动！我的孩子，夫人，夫人，我的孩子。可如何是好？生下的是个女婴，又不是男孩，有与没有又有何区别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
孩子，做了鬼也别怪我，要怪，只怪你投错了胎。真是命大呀，看来不管这孩子是不是八星，都是有些福缘的，你说呢？大王说的是。今晚月光皎洁，小公主就取名叫月儿吧。小公主，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明月。什么？我在看南面的大殿。那大殿里有什么？有你父王。
站住，你是谁啊？我不要你管，放开我，让我进去。不行，快回去。放开我，让我进去。不行，你快回去吧。放开我。不行，你快回去吧。你到底是谁呀？我自己回去。你不能进去，快回去吧。你不能进去啊！嘘，小声点，小心吵着大王。大胆，好了，怎么把孩子放你大殿里来了？大人恕罪。谁在那儿啊？回禀大王，是个孩子。孩子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小的失职，我这就把他赶开。哎，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寡人倒是想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闯寡人的大殿。是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猜猜。你是大王。嗯。那你是谁啊？你也猜猜。你一定是寡人的公主。可你是哪个公主呢？你知道的。寡人不知道。寡人有十几个公主呢。哼。这孩子气性挺大的。我叫芈月。哦，还是你给我取的名字呢。哦，是你呀。寡人知道了，小霸星。没想到你都长得这么大了。我也想不到啊。你想不到什么？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只大老虎。寡人怎么会是老虎呢？老虎是大王啊，你也是大王。好吧，就算寡人是只大老虎吧。你站起来。为什么？你站起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娘亲说过，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哎，老虎的屁股摸得是吧？哎，哎，你摸摸这儿，看老虎的脑袋是否摸得。老虎的脑袋也摸得，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。父王，你去看看我娘亲吧。你娘亲？她是相夫人。哦。她很想你的，日日都想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她日日都站在门口，朝父王这里望啊望，就是不说话。哦。可是寡人今晚已经答应去王后处用膳了。好吧。回去告诉你娘亲，寡人今晚就去。好，你要说话算数。好了，眼下寡人要忙政务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好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父王告诉你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，在大殿的后面有个偏门，以后你就从那里进出，不会有人阻拦你。好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臣妾拜见大王。
免礼。臣妾蓬头垢面，衣衫不整，望大王恕罪。怎么，玉儿没告诉你，寡人今晚要来？哦，小孩子的话怎可作数？寡人的话，可是要作数的。你怎么哭了？臣妾高兴。过去寡人冷落你了，夫人，大王去了相夫人那儿。大王去了相氏那儿？是奴婢亲眼见到的。四年多了，这云梦台都快成了冷宫了。不知大王今日怎么就想起了云梦台？大王不是想起了云梦台，而是想起了相氏。还是有子嗣好啊，大王至少会看在孩子的份上来看看他的娘亲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思，万千言书，却深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唤不回伊人入骨，尝尽悲欢离合人。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，痴心诉，痴意度，痴情再相负，愿为你拼尽柔情熬骨，望尽相思后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